落入失败区的邝瑞克和李浩嘉，这刻心情一定非常忐忑。好，我们要去一去我们的失败区。失败区好像那些筹款晚会，有两个人坐在听电话。好了，筹到有多少个支持者是支持他们的呢？给掌声来听一下。今天无论是邝瑞克或者李浩嘉，都有很多 fans 在现场。不过我很想问一下你两个自己的感觉，就是其实今次再有这个 PK 战的时候，你们之前有多久的准备功夫啊？又或者在揀歌方面啊，有没有跟评判啊大家去谈过，有什么的改变呢？跟之前其實準備了其實差不多兩個禮拜了，其實都有跟肥媽傾過，即係感情嗰方面的問題。其實我自己都知道的，所以其實我即每一晚回家都看過一次，同埋每一晚都練歌啦。我而家好 sure 你好有感情，因為你已經眼都紅曬，眼淚都要流出嚟啦。唔好喊住，我之前已經話過俾你聽，唔好喊住，因為比賽未到最後。因為邝瑞克有準備喊噶啦，你見佢開始望上高啊，唔好跌落嚟，唔好跌落嚟，佢眼淚，佢唔係望住上高啲燈草啊，佢希望自己嘅眼淚唔好跌落嚟喎。咁啊，邝瑞克準備嘅時候有冇話聽見評判意見啊，或者係總結之前自己嘅表現，要喺邊啲地方係要有改進呢？覺得可能是颱風啦，係，同埋啱啱嚟亞洲星光大道前，我覺得睇翻之前嗰啲影片啦，我覺得自己嗰份自信真係可能冇咗，但係我唔知點解啦，係啊，可能我們一路咧去留意邝瑞克咧，我自己啊，我好記得咧，曾經有一個階段咧，就係因為邝瑞克咧唱歌唱到咧，佢話自己聲帶出血，會唔會就係嗰刻嘅時候，其實都幾即係打沉咗自己個，或者俾太大壓力自己咧？可能俾太大壓力自己，因為我永遠都唔會忘記咧，其實邝瑞克喺第一集唱完歌之後，我身邊有好多朋友，台灣嘅朋友睇我哋嘅電視，已經俾佢收買咗人心，即係覺得邝瑞克無論出唱片又好，唔出唱片又好，都已經係佢嘅 fans 啦。即係其實你嘅唱功已經得到大家嘅肯定，而家最希望係你要肯定自己，你相信自己可以做到，因為我哋都相信你可以做到。我哋咧成日好似啲心理治療師咁樣啊，兩位朋友，請你望下你後邊嗰三個字，望一望先啊。失敗區係你哋後邊嘅，你而家企咗喺前面噶啦，將個失敗區都掉咗佢，掉走咗佢。不如而家同大家講，我哋成日咧，我覺得咧去到失敗區咧，都係問啊，你知唔知自己咧可能個表現有啲差在咩啊咁？不如喺呢一刻正能量攞出嚟啦，攞出嚟話俾大家聽，究竟邝瑞克最強嘅係乜嘢？李浩嘉最犀利嘅系乜嘢？你哋嘅兵器系咩？讲俾大家听啊！邝瑞克，你嚟先啊！你嘅兵器有我唔捞啦！呢个最劲啊！到今日都仲写紧啦！哇，嗰个人可以唔捞嘅，佢好多钱噶咁啊！我哋就啱啱啊！我同阿宝儿去完广州做嘢，我就睇下。其實嗰個公路收費員其實已經冇乜嘢做噶啦，就喺度唱歌咯。係咯，幾好玩咯，點解唔做咧？咁啊，睇到你係嗰啲好玩啊，冇咩嘢做嗰啲，佢唔搞啊，唔做啊，淨中意挑戰嘅人嚟噶。邝瑞克最強嘅兵器啦，就係唱歌。唱歌，冇錯。大聲啲講俾我聽，有好似保險公司咁啊，講俾我聽，你最強嘅係咩？唱歌。李浩嘉。唱歌。用怎樣的心情去唱歌？有信心的心情。是。有信心呢是來自大家的鼓勵的，禁藥是沒什麼信心的。多謝。你看看我們的星光家族就在台下面，你看看他們的樣子，個個等你好不值啊。待會呢他們就會望住你們，台上高啊，電視機旁邊的所有人都會目光注視在你們身上面，一分鐘的時間。多謝老師。哇，多謝老師。冷靜
正能量，正能量，俾多啲自己，我哋都俾曬你。俾心機啊！你知啦，我企喺嗰邊，我唔想行過嗰度，嗰度有嗰、那個，我都唔想講嗰幾嘢啊！唔使講啦，留啲時間俾佢沉澱下啦。俾心機啊！阿張唱歌啦，醒你啊，等你啊，醒，醒唔醒？醒，係醒醒啊！醒，好醒。唉。